二十三号，今天要念的是来不及了鳄鱼先生，来不及了鳄鱼先生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城里的派对快要开始了。鳄鱼威尼先生急急忙忙地跑呀跑，他跑呀跑，越跑越快，但是他的小腿儿受不了，砰！他摔了一跤，翻了个跟斗，又弹了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路上有四只小老鼠也正要去派对。咦，天色怎么突然变黑了？快要亮了。威尼先生开始跑了